塞吧，塞吧，塞吧，塞吧。好，我跟马亮，塞吧，哎，开门。塞吧。哦，哎，没有，我看这个板子有鹅没有，你知道吧？猴哥，三三，你说话有什么？一个人在这里想。我跟你说，猴哥直接卡脚，猴哥你知道吗？在那个红灯区那，他前面有一个谁啊？谁给猴哥直接刀完就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直接上去，是猴哥是消失的上去了，然后我直接就踩到了，但是我没有看清那个颜色是什么颜色，是一个浅色的，坏了，没看清。在那个红灯区，就是广场右边啊，我从那个码头复活，然后我跟在那个猴哥身后，猴哥走在我前面，我一路追着他。猴哥说：“你别追我，你别追我。”我说：“猴哥，我说我是真是好人，我想跟他换真心。”然后他不信我，然后他刚走到红灯区，就是那个做那个关灯任务上面右边那方有一个人，他直接消失了。我过去直接踩那前面还有一个人疯狂跑，我没看清啊、但是你们看谁在广场啊？是一个浅色的啊，过。14发言啊，三哥，这你都不自爆啊？你但凡后置位有一个加拿大跳，谁敢跳，谁就是三哥狼队友。这一刀一定，猴哥就一定是那个加拿大。我不可能信猴哥不是加拿大，好吧，我就过了。有加拿大跳，直接打了两狼，过了。太快了，我当时在那个广场那儿。刚复活，那个布布在我的头顶，然后我跟他一起走到那个广场，哎、看到了团儿还有西恩，当时是广场上面还有人吧，一走到那不到一下，就拍景了，确实有点快。OK， 这个刀到加拿大的可能性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啊，没有别的信息，跟宋十四一起复活，一起走到了广场 ，over 过，塞了一半。没错，这我感觉这个 CD 就像是刚好瞬间就下刀了一样，这等不及啊，太快了感觉。我们是团哥我，然后小文姐不不不，还有仙姐，我们几个是在广场的过。没错啊，只能说三三非常的敬业，把这一场戏演出来了。但是的话，我刚刚是一直在饭堂，我在那边假装听不到你们说话。其实上我一直都在，我一直在记旁边的人都有是谁。这一轮出三三没有问题，好吧，过。全票打飞三三啊！前秒卡脚，后一秒谁刀的？过过过。OK， 那就过三三，因为那么快的时间，他视野里应该是有其他的人的，那个卡脚不太现实，好吧？然后这一把我说个信息啊，我身份已经报给轰轰了。卡脚了、如果我被猜，那肯定是轰轰动的手，好吧？然后先出三三过。先发言，我当时在和团儿在一起，这三三肯定是马。说实话，三三。我跟你说，猴哥一定是走路崴脚了。他筋斗云起飞的时候，不小心云漏了，他摔下来，摔死了。我说对不对？但是我要处理过。不发言，我跟三三猪猪是一起在那个棚屋出生，但他俩一点不着急走。我往上面等了很久，他们都没有过来。如果三三是刀到加拿大鹅的狼的话，猪猪应该是另外一个狼。先全票打飞三三。涂萨萨，我跟你说，猴哥应该回炼丹炉重造了，然后下把再出来，就是火眼金睛过。哎呀！三哥，我。猴哥，三哥，这太晦气了，猴哥啊！为啥要带走我呀，三哥？你们俩不是正好甜蜜双排吗？我是间谍，不是我，啊、他是间谍，不是我猜的你吧？团猜的啊？团姐猜的你啊？三哥，你有没有觉得我有一些变化？你有些变化吗？对。就是声音有没有更加悦耳？提个醒啊，全悦耳有没有？听说你唱歌起啊，在我面前刀人 ，what？ 我当时在看着那个
团跟西恩两个人跟他退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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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呢，我左边站了个谁来着？ Yes. 哦，右边站的是五千麦克风。右边站的是，不不不，还是跑掉，好像是跑掉，还是14。14站在右边，然后呢，左边站了个，我忘记了，坏了坏了，我的注意力全在看团跟那个跟西恩，当时他们在下面，然后我是踩到这个尸体的，我是踩到这个尸体的，我没有看到。那我在我们这三个人啊，西恩、柯谭、小温，还有14这儿四个，就是我们这几个人，可能还有一个红民，那个人刀人直接跑了的，可能还有个红民在，然后那个人没有出刀，聊一下过，我来推理一下啊。小温报警，因为我当时那个视角，说实话我看不到，但小温他是在我上面一点点的，我跟仙两个人在那边吐口水，吐到了下面去，基本上上面的视野就只能看到吧唧倒了一个人，然后这个时候小温冲上去报警。其实我比较认可小温说的，说是我们之中有个红名，但是我们有一二三四五，如果说那个人是五个，就是刀了一个人，对吧？那就是一先是三，我西恩14小温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加上一个刀人的人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14小温里面还要开一个狼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跟西恩在那个下面啊，有可能是有狼过来刀人，然后他没有看到我跟西恩在下面。然后他这个时候看到他的队友在，想形成双刀，结果小温直接冲上去报警。说实话我有点拿不准，因为要么就是14是那个红名，要么就是小温。为什么我会怀疑小温你呢？因为你也没有踩出来，我那个地方是能看到那个鸡腿的，但是我觉得你那个上面应该能看到是谁刀的呀，但你又没有说出来，那我就要听一下14怎么说了，好吧？如果说14能点出来，那14归票位，但是不能让14归。这一轮我会把坏了，听不到发言，我只能说我这一轮可能会在小温和14之中投一个，如果没有人说看到谁刀的话，我就会在这两个人当中出，因为我觉得不可能这么多人面刀，好吧？ Go 轰轰发言啊。首先这14我这一轮保下来了，好吧？我可以听14归票。首先对话客团，为什么你这轮不能从14和小温这里面开？小温是为报警人先抛一边，14为什么开不了？14跟我和跑掉三个张牌，我们在饭堂最里面对身份，他们两个的身份我都知道了，统一都报给我了，好吧？我们三个互相通过身份，互相之间谁倒牌谁都要买单的，所以我们三张牌绑定了，你是出不到他们身上的。所以能从外面开刀的只有谁呢？猪猪公主和不。第一回合不是有点过猪猪公主，但猪猪公主确实是没有回应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这回合我也希望你们聊清楚，14你是可以归票的，好吧？强势一点，你归票没关系的。我跟跑掉是可以站你这边的，因为你在里面你开不出刀，但他们外面都说你在，我们可以为你作证，你在饭堂里面，好吧？你可以硬气点归票过。 OK， 那个跑掉发言，这把确实啊，14是被我和轰轰出去了，我们出去那个法院给他叫进来的，所以说14他必定开不了这一刀。小温他可能作为一个报警人他记错了，但是团姐你为什么要顺着小温的话就去踩14啊？这个不合逻辑啊。然后那个听14归票，好吧，这把铁保14过。先发言，以致我跟名侦探那个黑贝儿在一起开不出这刀的情况下，轰轰你们又跑掉，还有送14你们能保的情况下，那只小温说他是汤道的鸡腿，他不可能刀到加拿大鹅，加拿大鹅猴哥已经死了，三哥要么就是间谍，要么就刺客，要么就猎鹰，对不对？那只能从猪猪公主和宋和不里面归一个，随便归14哥过。不发言，小文记错了，刚刚在小文右边的是我，然后呢刚刚报警的时候是小文汤到的鸡腿，我也在现场，我没有看到有鸡腿，但团团他刚刚说了他看到鸡腿爆开了，那证明他不是狼就是中立啊。还有一个我刚刚就是轰轰讲的，我都点了猪猪公主了，然后他也不解释一下，那猪猪公主应该是那个狼，那这把出谁？我建议稳的话可以先出猪猪公主，因为他刚刚也一直是个外置位，对吧？我归票猪猪公主过。
啊，听我说，现在场上只有一郎了，为什么？我是模仿，我一开始跟三三在那个棚屋里出生，我问他，你看我红吗？然后他在那里数数不理我，然后出去把猴哥刀了，直接报警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那个时候不回步步的话，是因为我不想就是回应，怕就是被那个刺客狼看出我模仿的身份。但是菜菜应该是猜模仿猜死的刺客狼，所以两匹狼已经走掉了，场上只剩下一匹专业杀手。那么这个专业杀手是谁呢？我是模仿啊，我一直在左边仓库街道那里就是徘徊找狼队友。我觉得这个步步步应该就是那个专业杀手，因为我走过去我。哎，反正投步步吧，过我模仿。十四发言啊，他俩投谁都行啊。我归票，我归人，我归猪猪公主吧，我投了。他模仿我不信，我觉得菜菜是模仿，好吧？因为我觉得两狼会齐了，然后三三哥刀了个人，所以刺客直接猜模仿了。我去。猴哥，这个加拿大有点东西一换二，对，一换二。你不觉得我进步了吗？猴哥，我居然编了个故事，我感觉我玩狼进步了。你一直很牛，被自己感动了。三哥的故事，我都被你感动了，更完全。三哥，三哥卡脚了。我刚才一瞬间，我就怕我本来差点没绷住，你知道吧，猴哥？想了一下，还得演一下。猪猪，我这个声卡怎么样？有点东西，有点像那种电台男主播。咱俩是不是同款？你开个，咱俩应该同款。好，你买的是我发你的那个不？对呀。那你开个混响，我听听。我准备报警。OK。没想到。把这个十四给投了吧，因为警长双倒了。然后十四上去又把那个霍峰给刀了，是吧？啊，不对，反正就是又刀了个人，他补刀，我不会信的。为什么不听我说话呀？我刚一直在说，我说刚刚在上一轮，我一直在强调上一轮发言的时候，我说我是汤豆的鸡腿，但是团说他看到了个鸡腿倒下，你们全都不听。直接就不听我发言，你们就突然间就去刀了，然后警长双倒。然后十四去补了一刀，西恩也看到了，投十四啊，我感觉应该也无了，猎鹰在，我感觉，过。你们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弃票。只有一个猎鹰了，我是鸽子，给我弃票，过。名侦探柯团，哎。哼，果然啊，你的心跟你的脸一样的黑。投十四啊，小芬，过。仙姐，听我聊啊，团姐，你只能是狼人，团姐，你不能是鸽子。我只对话团姐，你就弃票好吧？弃票，咱俩玩跟他们好人没有关系。站起来打，哎，我就等着红红这开刀，刀完我就刀人。不好意思，反转，我是好人，我投十四了。团结是狼、啊，只能是狼人，鸽子不贴人啊！红红，你今年信的不信的人有点多呀、啊。狼人，我红红哥，我心界啊！红红哥，我心界啊！红红，你今年不信的人脑子打开，你有记事本吗？我打开记事本，我打开记事本，他真是心界。我一想，我也他发言还挺正，他还踩走一匹狼。我先把那个刀了，我还跟他们说，我说你们准备报警，准备报警。哎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完了，就看团姐投不投我，团姐投我就是。来了，咔一刀没了，啥刀没了。尽力了，尽力了。哎呀，牛逼！今晚火了，躲起来，躲起来。牛！哎，没办法。团姐，这个、我这样帮你，很吉利啊！是的，团姐今天胜率确实高啊。是哦，我今天这个黑脸立大功啊！闷，懂了，下把当警长，先刀黑妹儿，包青天。不是，十四手太快了，我先怂了，黑妹儿，杀人啊！我前面都没杀人，不抓我，都怂了，开了，我真的嘎嘎。哎。
为什么呢？我老是听，哎呀，猴哥怎么说？你不用了，我直接信你。你说猴哥，走，把你把这个做了。你直接信我？对，我直接信你。你直接信我啥？我信你是狼啊。为什么？那我不信你呢？啊。直视发言啊，红哥何必呢？我没关麦啊，我裂开，我没关麦，说了自己又是裂音啊，红红哥听到了，没办法，那咱俩就下去聊天吧，红红哥，全票打飞十四，过，全票打飞十四，当时红红说什么是说裂音，然后十四就这样追着红红去了，我就跑过去想报警，然后自己报了啊，把那个十四给。红红是加拿大吗？报那么快，嗯，挂。OK， 菜菜复活在工厂啊，跟那个猴哥一起，我俩正要报身份在那拉扯呢，咔嚓一下就报警了，没有别的身份啊 ，Over 挂。OK， 我从那个酒厂区那边那个广场复活，然后直接到广场那就听到在那喊十字是猎鹰啊，真的是真难受啊，还让他带走一个过。投十四没有问题，好吧，没多没别的信息了，过。OK， 直接票十四，然后轰轰是不是加拿大咱们不管啊，先把十四出出去过。出他，受不了了。出十四，我警长，我警长啊。你紧不了一点。没关麦。行。直接没关麦，所以暴露了是吧？有人验我是吧？嗯，我觉得。你干什么啊，虎哥？我咋又？为什么你带混响啊，三哥？啊，我不带混响啊。你有点带混响啊。还有谁要没关麦的吗？快说呀！还有没有要麦？菜菜跟我一起在一起，三哥是不是在玩很新的东西啊？我去你的面子！给自己吗？什么东西？真的是个你把我咱俩走吧，咱俩出生在一起。走，我跟猴哥走了。对，我们咱一块走吧。我也抱团去。这么多人，咱俩应该没问题。我被嘎了，我鸽子赢了，鸽子赢了，真的。就是小青了。哎呦我天哪！一会儿还不到，还不到。不提。我的妈呀！我不想跟他们一块走。这一把这人太多了。我也不想跟他们一块走。这人太多了，咱们可以找一个。说说这人太多了，不差不差的。身份高的报一下身份。咋这么粘人呢？都。猴哥、菜菜、三三三个狼，应该是三个狼吧？我是模仿。猴哥确定是个狼，刀了。东北下饭菜菜确定是个狼，也刀了。三三没开刀，但他们敢开刀，哦，应该三三不是。那猴哥跟菜菜，啊，他们可能以为我也是狼，我是个模仿。先全票，刚刚专业不在，因为两个鸡腿都是能看得到的啊。先全票打飞猴哥吧，过。不行啊。怎么能全票打飞我呢？对吧？你看啊，情况是这个样子啊。首先啊，我出生在这个红灯区。然后呢，我们往广场里边走。往广场走的时候啊，我的旁边应该是有。应该是有啊，三三、菜菜、柯谭，还有猪猪，对吧？我们这几个人。那你不很有可能是都到加拿大鹅了，但这不合理，对啊。刚才啊，那个谁是加拿大鹅？那怎么办的呢？那弃票吧，那没招了，过吧。猴哥，
这咋弃票了？那猎鹰一第一局自爆了。反正我跟小温全程抱团走的。那咋整啊？完了遇到团结跟十三，他们也开不了。那没招了呢，那怎么办啊？那不这得把他拘了呀？出啊、不，猴哥都是狼啊，他俩双狼双刀。我刚从那个下面城市广场走上去的时候，我就直接看到了，然后那个布看我来了，直接报警啊！我是模仿，出布啊，过来。软弱无力的珊珊、软弱无力，真的软弱无力。步步起跳点三郎三三菜菜猴哥，我们尊重步步，他已经挂票了，他挂的是猴哥是吧？那我们就不分票出猴哥啊、过了。这玩意儿不说了，弃票吧。Over。OK， 我就听了一波啊，这个三三的发言感觉有点想分票，好吧？我只能说猴哥，我想玩你的筋斗云，过。投猴哥，投猴哥，先投猴哥，然后呢，一会儿进去再说。好、哦，被踩死了，还有两个，可能有点危险。饭堂来吧，饭堂来吧，要手很快哦，不然双刀一二，让我想一二，正好结束。可以啊，我给你们开个任务。只要不双刀还能赢，那不能，那得双刀。我本来就空哥摁死。饭堂了，上。加油吧！我给你们来个门，谁死了？谁死了？不知道，他们还没刀，他们还没刀。哦，好吧。三。OK OK。不行，全是好人。我说我是汤道的，你们信吗 ？Over。你觉得我信吗？啊，一个菜菜，一个三三，他俩呀，好吧。菜菜，刚才我看到了，他在门外面很难受，他哥就在外面躺着。菜菜的酒漏了，好吗？在我的屏幕最左边，我看到你了。然后三三最早，我跟他同一个出生，他在酒厂区那，自个儿往左走，他不去法院，好吧，过。我关鸟子，我看到菜菜把科团刀了，然后自动报警，出菜菜过，头屋菜菜过。什么意思？都不听我发言是吗？什么意思？别装了，别装了，小闷鸽子，别装了，好吧？弃票，弃票，只有他一个狼了啊！这不对，只有我们两个狼了，弃票，弃票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承办送葬者，头菜菜。你是加拿大呀，团儿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第二枪我不知道开谁，他们身份我都不知道。是的，反正你都要走了，没事，可以随便来一枪。对，你反正都要走了。哎呀，太谨慎了。可以赌一手，就没问题。上吧，放开大胆赌一手。走走走，没事没事，我们都三个人。狂R，狂R就赢。算算算，我们三个一起。妹妹，我猜我猜。单三不敢刀，哎，要单三当下刀不了，刀了就拉了，没法刀。哦，三三专业杀手，不，投我，人是我杀的，他搁那呸呸呸呸呸，我这我能忍，就杀他，过。他还是很嚣张，收手吧，外面全是好鹅，投他。蔡奶奶。
等待总是很漫长的。嗯，嗯，我跟你说，猪猪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先十三才是那个狼？其实我是鸽子，三三，你求求我，我给你机票。行，你最好是，你最好是，你鸽子你能直接踩到是吧 ？OK。哦，对哦。听到了，很烦。对不起，出生被听到发言了。我开局刀慢了，差点被大锅。难受，可以的，难受。这一把你们俩是不是很难受？没有双刀成功，反正双刀这个加拿大太难受了，我的妈！啊，团结加拿大，报警太难受了。对呀、啊，哎，我是加拿大，然后我让他们都进去，然后我一个人在外面吃这一刀，巨稳，直接自动报警，好吃，好吃，吃吃。我没有喊口号，我应该来个动手。不是啊，猴子、啊、菜菜和不不不，茄子哥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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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、okay. 那个啥吧，再加个位置，那个加个位置，我就我那个啥吧，我就走了。我这个狗已经饿得不行不行的了，在这直哽咽我，我就走了，好吧？啊，好的，拜拜。然后我这个房主给谁？拜拜。房主给三三吧，给三三，给三三，三哥，给三三哥，好，三三哥，多几个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三三哥，天天开房，行，拜拜 ，OK， 我黑屏，猴哥直接下次放屁为号吧，放屁为号，可以，哎，我来个别的屁，有那点刀，我记得有的刀的。好，觉得这个来个到刀人的时候直接放这个刺客狼的屁，啊，出了一个新职业呀，新职业，对，超能力，跟踪两个，两个，还有两个，一个超能力，一个好想当秃鹫呀，秃鹫大家都对我好，秃鹫我谁也不用骗，我叫刺客，没秃鹫啊，没秃鹫啊，不开秃鹫，我上吧。我这样吧，被红红哥听到发言了，我巨难受。明天我就跟那个鹅鸭烧的官方说，让他把秃鹫删掉。啊！我不能留活口，红红哥不能留活口。虽然说西恩姐也听到了，刀一个算一个。我是嘎子啊，我要有刀，我要跟你是队友，我直接当场就给他嘎了。可以，直接不怕，出手要快。嘎子，你是嘎子。哎，谢谢你的姥姥啊，感谢。OK， 那我开了。三三怎么换了个什么眼睛啊？火眼金睛。我的个妈 ！OK， 发言了吧？借用一下猴哥的火眼金睛，跟猴哥借。等等，哎呀，我要大白狼。黑麦，你老是跟我讲啥子话哟？我都是要跟你讲话，我不跟。来是。来跑，哎，那十三先生。跑掉，等我们一下。聊。来了，我跟十四已经对过身份了。十三过来，把身份拍了。过来，十三过来。嗯。哪有？嗯。很难受。对，能不能忍？能忍，能忍是吧？能忍。OK， 我模仿。OK，OK，、OK OK, 走，滚！乌龟来的，我。啊
哎，十三，你跟我说句话来，十三。来，喂，不对，喂，让开，全部让。啊！让开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啊？不知道。说实话啊，我这个先发言，首先必须要拍，因为轰轰说三三不报身份，他直接嘎了，两个人双倒。那此时椅子外面，猪猪公主和团儿跟我站在一起。三三，说实是陛下麦。然后呢，三三跟我猪猪公主团跟我站在一起，猴哥也在，好像茄哥在礼堂饭堂里面跟他们对身份，这必须要派人出来了。我只说这么多，不然记过。不发言，我刚刚跟茄哥进去礼堂，对身份，然后猴哥在最右边，然后我们还没对完就派警了，就这样。你跟谁对身份？完了，我忘了。但不管你跟谁对身份，你没理由对身份。你应该是狼牌。我为什么这么盘啊？因为其实我们信息是没有多少的，你知道吧？这个西恩啊和科团，他俩是第一个到饭堂的，他俩谁都没倒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俩不可能开狼，有可能开猎鹰。西恩为报警人。那我认他俩好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十四跟十三，他俩是不跟红红对过身份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吧？那你不拿什么跟别人对身份呢？我觉得你一定是狼牌来跟别人对身份。但是他跟谁对，我没听太清，我忘了。这轮我点一个，我只点不这张牌，好吧？我觉得猴哥说的有道理，我一直在跟西恩跟团姐在广场右边看烟花，没动过，就从头到尾。所以说，如果强推一个的话，我觉得猴哥说的有道理啊。那听下后面怎么说吧，我也想出不过。十四发言啊，那个轰哥开局拉着我报了身份，然后跑掉的身份和十三的身份都报了，然后西恩姐说了，两个是警长护刀的。然后呢，西恩姐我能认好人啊，因为他的狼他肯定高兴啊，警长护刀了。然后呢，猴哥发言挺正，然后猴哥踩了不，猪猪公主呢是跟着猴哥去踩那个不的。所以你要盘狼面的话，猪公主肯定是比猴哥大，而且我能认猴哥好人，猪公主可能是狼人，想顺踩不，万一不是好人的话，猪公主大概率是狼。但警长护刀，我其实一直在那个礼拜堂里面，外这位我是真不知道你们盘了啥，好吧。我就只能听跑掉归一下票，因为跑掉的身份我知道不能。然后我们是在那个广场那边的吧，当时有团仙还有猪猪公主就基本都在。然后呢是这样的，礼拜堂里面有人对，然后法院里面也有人对身份，轰轰是跟两三个人去对了身份吧，然后就后面他说了一句，不知道谁跟谁身份重了，他就突然出刀了，两个人双双倒地，就在礼拜堂的门口，当时我们都在现场看到了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我也盘不出来，其实我盘不出来，我可以停手归票位吧。过。那就你了，小文，你是第二匹狼。不是啊，我跟不在那个饭堂里面对身份啊，小文你在门口看到的呀。啊？不没理由他能动得了这刀，因为我拉他进去对身份了呀。是吧 ？What the fuck？ 我听你们后面归票吧。OK， 十三发言啊，这一波也有点忘，但是我跟轰轰和十四对过身份，轰轰给我当时的感觉他很正义，好吧，而且他应该是带刀，他肯定是警长刀的嘛，把三刀了，两个人双双倒地。然后猴哥的话，他给我一个细节，就是他在那人群中在广场的时候，他让我说两句话，他好像是听到了，应该是听到了谁对身份。听到了一些东西，所以他在那里问，好吧，所以我可以信守猴哥。但是不跟茄哥对身份的话，猪猪公主顺踩，我听好你们后面归票，我有点不太信猪猪公主过。是这样的，我觉得这一把啊，在我这边的听感的话，我觉得不其实他的发言是有点划水的，然后他的发言说是跟猴哥对了身份，但是等猴哥发言的时候呢，
却没有提到这一点，但是发言的话还是比较站好人的角度的，所以说我这一把也不是说我们不是说步步刀了人，是只是说已经有两个好人就是双双倒牌了，我们必须要排一个狼出去，如果我们不排也是输，就所以就是这种感觉，所以说才会说要排一个步步，然后呢全部的人基本上都同意排步步，但是只有茄子哥他等于说是拉了一手步步，说他没有开刀，但其实我们一直说的都是没有人开刀，我们只是想推一个比较可疑的狼出去啊，不然的话就是等一下如果不投的话进去狼三刀对吧，还有猎鹰，那已经其实基本上已经是难以胜负了，所以说这一把我应该会投步步了，嗯，过。OK 啊，跑掉发言，我这样想啊，如果说排步是投狼的话，那么他跟茄哥走了那么久，那茄哥什么身份？说实话，我这边跪不了票，好吧，我这边跪不了票，但是全场都在踩步的话，我这边捞票也拉不动，哎，没时间了啊，先投吧，好吧 ，OK。该不会他，茄哥你，但我的身。但我的身份我没有报，知道吧？他报了个身份给我，你明白吧？你没报身份，你怎么为什么保他呀？他报了个好人的身份给我，那我没报，你们拍紧。那猴哥有问题，不太对吧？我有问题啊！我还能有问题啊？小文第二匹狼，全哥第三匹狼，因为我直接一手三狼，幺零，哪下？我直接一手摇铃，兄弟们，裸点三郎，茄哥小温步，已知轰轰他为警长，他能拉人去对身份，那步拿什么去跟人对身份？拿狼身份去跟人对，对吧？你们没有其他人去跟另外一个人去对身份吧，对吧？那狼人如果不用对身份的这种方式来对出来谁是模仿者的话，那狼人怎么玩？他连刀都不敢出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我这茄哥肯定铁狼。茄哥第二匹狼，小文刚才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听你们后边归票，他一个这种滑水式发言，他不可能不是一匹狼，对吧？那他就还有一匹猎鹰，猎鹰从谁里出呢？宋十四肯定不可能了，十三也不可能，他不可能与狼共边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在我这就只有科团与嫖跑调。西音刚才说我有问题，那西音你也在我的狼坑位，你可能是那头猎鹰。这轮我们全票打飞茄哥，然后再打小文，我摇一手铃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因为我们警长已经死了，我们没有刀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必须得把这个狼给他投出去，让他只能出一刀或者是两刀，两刀应该不可能，因为猎鹰跟这个狼人不可能配合那么好，你知道吧？他可能只可能出一刀，然后我们好人来拍铃才能好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全票打飞茄哥。因为他在没有报身份的情况下，他去保了一手步过。哦，我发言啊，我觉得猴哥说的有道理。我上把那不叫顺踩，因为我上把在中间就是看烟花没有信息，然后我听前这位发言觉得有道理，我就跟着他分析了一波。这把我觉得猴哥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，然后我这把就在那个中间，听茄哥就是解释啊，那听一下后面怎么说呗。就解释不行的话，咱们把茄哥投了过。十四发言了，猴哥点了三狼，我聊一聊吧。就团姐、步小温姐、茄哥还有猪公主，他们五个人就一定是三狼一猎鹰一鸽子的格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西恩姐她现在警长双死了，她拉了，她是个好人。猴哥发言像是个好人，十三和跑掉的身份我都知道，且他俩的身份我都能认，所以他们五个人就一定是三狼。一猎鹰一鸽子，然后猴哥既然点了步小温姐还有茄哥是三狼的话，那这轮咱们就去把那个茄哥点掉，然后我对话那个鸽子，好吧？你先帮我们好人玩，你还有机会，你如果帮狼人投票你就一定没有机会，好吧？我就过了，就狼坑就是那么的狼坑，就先出茄哥，好人不要分票，过了。
首先这个逻辑是不对的。你可以说你可以认为布布布跟茄子是狼，你可以去认他们两个，你去打他们俩。但是为什么我不理解为什么能打到我身上？而且刚刚我是没有去对身份的，我上一把划水，我觉得在场的很多都基本都有划水了，包括到最后我是相信跑掉啊，他是跟轰轰对的身份，那我肯定是认他为好，因为轰轰他是双双倒地的，是不是这个逻辑？我肯定是认跑掉为好，所以我去听他归一手票，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投是吧，我也不能去分票。那如果你按照这个逻辑，我由于我没有说投谁，对，由于我没有说投那个你们认为这个狼面大的布布布，我就是狼的话，那我就无话可说，我是认跑掉，所以我才说我不能我不能归这个票，我要听后面归票位怎么去归这个票，我就说当时就说给跑掉归票，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逻辑才是对的？你要这么打才行。你像上面的逻辑，你说是我上层在划水，那么那你再回想到上一层，那你也可以说跑掉是坏的吧，是吧？如果你这么你要这么打，你就能打他是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上一把他说他没有办法归票，所以他那你为什么不能打的是狼？你为什么打我是狼？是不是？你要有逻辑，你的逻辑我是不认的。反正我是个好人，那没办法呀，所以我不扛这一票。那一共是三狼加一个猎鹰，你可以投茄哥啊、哦，我也就没办法跳茄哥，但你不能打到我身上啊、过。我真的很懵啊！哎，我报身份了，我模仿了，小温跟那个布布布是狼啊！哎呀，我就奇怪了，当时为什么他们两个同时叫我去对身份，你知道吧？我模仿，然后呢，布布布上来给我报个工程师，我就没报了，然后你们那边就报警了，我知道谁，直接就报警了，我没报出来，你知道吧？我模仿啊，那这样的话，当时是布布布在那个广场那里。小温站旁边，把布布拉我进去。小温又叫我，那好，我先跟布布布对吧？好吧，好，双狼，布布布，小温 ，OK。茄哥跳模仿，然后跑掉，直接投票了吗？这波的话，其实我是觉得可以信一首猴哥的话啊。这波，我看你们后面归票吧，真没有什么信息了，过。我先投了一票，因为刚刚最后结束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是好人投了我一票，还是我被验了，所以我先投了茄哥。在我这边听的话，我觉得，猴哥他是铁好的。然后呢，我这种会投茄子哥啊，我已经挂票了。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、啊。茄哥，谁是模仿？我知道。我们哎，西吧，什么情况啊？我他妈刚他妈的是一个礼物，他妈谢谢礼物，把自己献给你。哎呀，算了，什么破任务啊？走，小温不在了，我以为猴哥已经死了。没有， okay, okay. 我做了个任务。小温有可能在这下面吧？不会是小温做的吗？我也感觉可以，先进。没人、哎，没事。好家伙，让我去挡刀啊！不是你，不是我们的领头羊吗？这不是大姐大。小温啊，那谁呢？小温，直接去找他，逼他开刀算了。OK， 没问题。小温在这。来，小温，我刀他走，我们跟着他，我们跟着他，刀他，跟着他，刀他。还有没有警长？我堵他。卡脚 ，OK， 完了，哎呀，白干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妈的，有个灵魂出窍的搁这，你没法玩，知道吧？哎，我刚准备刀，我刚接到你们走散的空间，我刚准备，没事，鸽子营是合家欢，合家欢，我加拿大，我疯狂在找死，我都找不到狼，很难受，巨难受。一个警察呀，三狼哥是警察，啾啾公主，
猪猪公主啊，一个劲啊，一回宝一回踩，一回宝一回踩，看到有什么好身份呢、哦？没人在。哇啊！猴哥，你这了不得，走吧，好，前天 OK， 那个步把他拉下来，好，不是开始聊人去，啊？十四发言啊。尸体是在那个城市广场右上角，好吧？我跟十三对身份，对完之后，他跟我说他是身份，我跟他说我的身份之后，我从那个酒厂去绕了一圈，回来之后，那个十三的尸体就躺在那个城市广场右上角那个就下水道那下面，好吧？你们得去盘一盘，谁到了人之后，从那个银行下面回到了广场，或者从街道上面回到了广场，我是从。在街道盘完，从城市广场到了酒厂去绕了一圈回来，看见的尸体，好吧，回过了。嗯，广场有茄哥，还有轰轰，西恩、三三、柯坦，哎呦，我还有谁啊？不是吧？当时我的视野里面有这些人的，茄哥、轰轰在礼拜堂对身份，三三在那个法院门口来回走，然后还有听到了西恩跟柯坦的声音。好像基本都在这边吧，你们再补充一下，如果是说不是的话，那他肯定就是到了加拿大了，因为基本都在是吧？看有没有落单的，我能记得是只有这些人在我的视角里面过。全票打飞这个轰轰啊！全票打飞这个轰轰，他跟我撞身份了啊！我是工程师，他直接跟我撞身份了。是什么？我跟他复活在那个礼拜堂里面啊！我说。主打就是一手信任啊！我说三二一，我报了啊，他没报，然后紧跟着，知道吧？直接他工程师，然后我叫他钻井盖，他钻了 ，CD 都没好，工程师的 CD 是20秒，轰轰，你逃不掉，全票打飞这个轰轰，我。我觉得还是先打飞十四，因为轰轰他有可能跳这个。如果说他真的是坏的，他也有可能是鸽子。我们第一轮肯定是要出个带刀的。刚刚我不西恩三三小温对吧？然后小跑掉，我们全都是在饭堂。然后轰轰加茄子哥也是在饭堂。不在的话就是送十四，领着是十三一起的。他当时的发言是什么？他说的是确定是跟十三走的，但是他说什么离开了之后绕了酒厂圈一圈，然后回去不可能。我数了，大概就7-8秒，不可能有这么快的时间。所以说你必定是有刀的。并且你必定不是一个好人，所以这一轮全票打飞十四，不要分票，好吧？过。轰轰发言，茄哥啊，茄哥，你这还在这里先提前发言？首先我不分票，绝对打飞宋十四，绝对是刀到那个加拿大鹅了。然后再其次，我们给大家讲一下礼拜堂的案发经过。开局我们两个复活，我说茄哥，咱们两个真心换真心，2023年最后一次。我说，他说可以，我说好，我说你都别说，我先报，我殡仪员。完了，他说他工程师，然后我说那你钻。他跨进一下钻进去了，然后当时我就懵了，然后我又跑出来跟小温他们说，我刚走到门口拍警了，时间这么快，那你能是什么好人？后置位有兵员直接把我打死，好吧，全票打飞宋红色，我先挂票了，过。 OK， 这把不是轰轰和茄哥的局，这把直接打飞十四，然后那个剩下的咱们出去再盘嘛，好吧，先过。先先投十四啊，没有毛病。茄哥不能分票，你分票可能轰轰在我这儿做的比较实啊。过。不发言。确实这把先出送十四，茄哥跟轰轰的事咱们进去再聊就可以了。先出送十四吧，过。这个差不多啊，他应该就是刀着加拿大鹅了。因为啥呢？因为我们基本上所有人都在广场，完事我跟猪猪公主在那个广场下边，那只有宋诗是外置位，那谁能出得了这刀？那就只有他，对吧？那应该是刀加拿大鹅了，过。
全票打飞宋十四啊，这么快肯定是叨叨加拿大鹅了，别的进去再打过。三三发言啊，其实很简单，就先出十四，然后轰轰和茄哥，如果就是茄哥的视角是撞身份嘛，那轰轰你要觉得茄哥也是个坏，除非你把他当中立也好，狼也好，你俩就单走嘛，对吧？你俩单走就出去做任务，你俩单走，谁死了对方就买单，都不用聊啊，你俩就是保底一换一，好吧？先出十四啊，过了。我投的十四，我的身份和你质证，过来。我比你硬多了，轰轰！我是加拿大呀、啊！我比你硬多了，轰轰！你那个 CD， 我比你硬，有人敢跳吗？有人敢跳吗？你别着急，你比你严，你可以坐实吗？啊，你坐实不了，老板你刀了我就坐实，你分票我，我没分票，我投的十四，你坐实吗？你工程师，你们该不是演戏，然后那个刺客狼猜错种了吧？不知道呀、欸。我觉得应该是模仿，不知道他们两个太假了。我觉得不应该是模仿。谁搁那验我啊？我可能要死了。小文，小文过来，小文，珊珊，我，那你把你身份告我呗，西烟。完事一会儿谁传你身份，我就找他呗，不就完了吗？没有，我身份很简单。那好吧。他们玩。出刀。啥意思啊？啊！猴哥，猴哥，你逃不了了。珊珊的尸体是见得到的。那个，当时我们不是在广场盯茄哥搁那盘嘛？盘了之后，紧接着我想起了，然后呢，我想怎么还没有人去做任务？我就往下走，然后谁跟着我后面是跑掉吧，跑掉是跟着我一起走的，然后我就进去之后关门了，当时我一走下去看到了猴哥从那个就在那个灭火的地方走出来，我就说他为什么不灭，他是不是狼，我一走进去，然后烟雾里面我看到隐隐约看到了一个腿儿，那就是珊珊的啊，全票两位这个猴哥他投他啊、我跟小文票，啊，他都看到了，我直接投孙悟空了，我可能要死，我先投了啊。我是看到猪猪钻井盖了，然后呢，从井盖里出来了，然后猪猪他跟我说的是他是鸽子，他要贴我。但这一轮的话，我们还是不分票。如果说小文看到了猴哥，就是刀了人的话，那我觉得我们先投猴哥不分票，好过。轰轰发言，我还是那个点，就是三二都上一把都说了，我们两个就去外面做任务。你等会儿看着进去黄色左上角任务条动没动，你不用在那里浪费所有好人的时间，茄子，好吧？你在我这儿好不了一点，开局礼拜堂，直接对我进行一手欺骗，在我这里你比猴哥的身份还低，过。OK， 跑道发言啊，就如小文所说啊，那个我跟小文确实一路下去，然后关门把小文关在里面了，然后我在外面。如果说那个但凡小文是狼，他没必要去刀这个三三，对吧？那说明里面有第三个人、我在外面肯定是看不到的，他可以刀那个，然后等那个门开了之后出来刀我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一票我可能会挂给猴哥。好，过。先发言，首先先求求你们可能厌了我。我是那个鸽子啊，我弃票，别举我，行不行？都哥们儿，好吧，都哥们儿，过。我就一点啊，兄弟们，是这样的啊。当时那个红灯区那个就是灭火的任务的时候啊，门是关起来的。那么我请问一下，那小温是如何在能关门的情况下还能抱到这个尸体的呢？那说明什么？那说明偷尸小跑调与小温他俩是双狼，他俩来跟我来一首自刀自爆，我不明白啥意思啊，我觉得可能在玩一种很新的东西，因为当时关门大家应该都能知道，对吧？他怎么可能在那里边能就是能抱到这个腿呢，对不对？
你挂票没用，过。打飞小温。哎，小温，小温，你狼还演呢？咱们三个狼，先是鸽子，就先你要不跳过的话，我们就不拘你了。怎么说？你先跳过一下，先跟我们一起跳过。哎，他跳了吗？反正先是鸽子啊，过。我验了，先是鸽子。完了，我操他奶奶的！猴哥没喽，狼没喽，他不工程师吗？他不工程师吗？他干嘛呢？猴哥，你拘了谁啊？他不说他工程师吗？谁啊？茄哥啊？茄哥呀、啊？不是啊，猴猴不是递了是递你吗？工程师，他不是工程师啊！他给我递了一手，他递了吗？冰姨、啊哎，他递他递的冰姨，他说他是冰姨，对，我的问题。哎我去，来不及刀。瑶瑶，我报警报得很快啊。在我这边的话呢，就是说其实我刚刚就是比较怀疑猴哥和猪猪公主，因为我们在第一轮的时候不是那个啥吗，不是布布布他被拆死了吗，对不对？那布布布被拆死他极有可能是模仿。哎呀，但是猴哥他为什么他不把自己拆死呢？那仙他不是鸽子，说实话我现在还没捋完啊，但是刚刚这种情况的话、哎、对呀，怎么回事呢？怎么能我觉得应该是呢，也有可能猪猪他是鸽子对吧，他骗了茄哥，不说跟红红撞身份了吗，然后说仙是鸽子、哎、那这个要听一下仙怎么说，哎呀对吧，哎呀但是我的话我是一个好人啊、哎、我就不多说谁刀的了好不好，轰轰发言，那么现在新的发言就很关键了。茄哥，我甚至可以放一边。我说实话，茄哥第一回合骗我没关系，我承认我没有骗你，好吧？还是真心换真心，全票打飞新，没有问题。过。OK 啊，我现在说实话，我现在 CPU 有点烧啊。那个，我觉得可以听一下，后者的投票了没？因为我这边肯定是个好身份的，茄哥是知道的。对不对？我不呛他，我呛谁？ Okay, 我呛哥哥，我有毛病啊！先发言，本来我还想当个坏皮，但是你轰轰玩打我，我不认，我这一票，上一轮你没戏票啊！我直接挂你轰轰身上，啊、因为从开局来说，你一直跑，你坏不坏？你都笑场了，你也没戏票、啊，你还在那里装。我是一个铁鸽子，这把我帮好人玩，你不打我，我还能跟你玩；你打我，我不给你跳起来，给你腿给你打断哦！我直接挂票轰轰仔过。这把出去泼一口油，我都不叫鸽子，过。呵呵行，直接就是一个硬气啊，就得轰了，就得轰了。我是认茄哥的，在我这儿茄哥的好人面是比较坐实的。然后轰轰他当时他说什么？他跟茄哥对跳，当时第一轮盘完，轰轰都没有敢来，还是茄哥一直拉着我跟跑调，还有当时在场的人去说清楚这个情况。然后呢轰轰你是数不明白票吗？刚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人，我去一个殡仪员，我身上还有四票，主打一手冒名老实人知道吧，轰轰跟你那茄哥都投完了，我也不能举鸽子吧，哎呀别叭叭了，还是后置位啊，我直接三二一殡仪员，想了想他又没弃票、啊、工程师，我叫他钻井盖他立马就钻进去了，二十秒 CD 都不到，知道吧？我确定他不是个鸽子，如果是个鸽子的话，他早就想到是工程师了，知道吧？主打一手，主打一手啊！你轰轰，啊，这真，真换不了，真换不了，我头轰轰了，过。太难了，谢谢缓缓得的飞机。我很难过，我骗了你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很负责任告诉你，我是专业警长，过。你紧不了一点。你警长装井盖啊！你这搁这警长装井盖。哎，你是警长。定狼他怎么把自己拆死的？应该想拆一个好人，拆死。不是，我估计拆的茄哥那个工程师，我也笔记本上也是个茄哥。轰轰仔，你要我的票，你还要打我？我去。但希恩你那一票投了，你那一票投了猴哥，希恩我投了，我知道我投了，你投的谁？
你反我，我投猴哥，他跟我们反水，我就应该一枪把他毙了。你枪的锤，没办法，你知道吧？我跟狼人玩，你不会真的打我，没让我赢过。你是是不是枪的我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配合好，我的问题，啊、我这个脑子没有你枪的锤，你枪的锤，你告诉我，我枪的你，好想活命。因为完了，杰哥笑了。哼。有。有。猴哥，你看我名，猴哥，你看我名字红吗？这家伙。全票打飞十四啊！我真啊，我真受不了了！我又是猎鹰，我又到了个加拿大，兄弟们，我哎，我过了，真倒霉。我们当时都在广场，天三三还有谁来着？哎，不盘了，猪头十四挂。哎，还有我跟布布布啊，我是跟他一块复活的，也距离比较近的啊。那、那就投十四吧啊，加拿大啊。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啊，就是我想听一下轰轰，不，一开始是说听到你跟十三是在码头复活的，但是这个十三呢是怎么倒牌的？轰轰，请你告诉我啊，我轰轰发言，开局我十三不，我们三张牌在进出口复活，当我已知不在我身边的情况下，我直接开始奔跑。我一路跑到了礼拜堂里面，我看到的人有谁？小温、茄哥、不，还有珊珊，还有西恩，这是我看到的所有牌。你们都在水池旁边，对是不对？我就在你们旁边，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看到我，好吧？但是十三张牌怎么倒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特别的真诚，我真不知道，好吧？他开局跟我往下走，在进出口他就往左走的，我是往码头过来的，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看到我，好吧？希望看到我的可以聊一下，好吧？过。OK， 跑掉发言，然后那个这把出生是直接跟小温。在一块出生，然后直接就来到了广场，好吧。然后十四这边刀到加拿大了嘛，全票打飞十四就行，过。不，可以打飞十四。首先他刀到了加拿大鹅，为什么这个先十三不了啊？我跟三哥全程在一起啊，当时有茄哥的声音在广场，茄哥说不也在，那么外面的还有谁？小温也在，孙悟空，这十三总得聊吧。先把十四出了，那十三白死了，好吧，我就说这么多，过。不发言，我是在码头出生，然后那个进出口那里是轰轰跟十三，轰轰他说谎啊，我在码头走上去，直到我走到快到那个城市广场那个巷口，我都还能看到他们两个在那里聊天，他并没有按他说的一出生他就跑来广场，这个是没有，他骗人。那这把是先出送十四进去，有好人刀直接可以刀轰轰，或者没有说后面投票出轰轰，他一定是个狼啊，过。是这样的啊，我出生在法院的左上角的那个小道啊，跟猪猪出生在一块儿，然后团儿从理发店颠颠颠颠颠跑过去，跑到广场，应该是他跑完广场他又迂回过来了，然后他跑到法院这个位置，你知道吧，然后他好像就死了，谁刀的我没看见，但肯定是你送十四，你自己自爆，那就全当当过。哎，送十四百分百刀到这根大额，全票打飞送十四啊，我跟猴哥在街道左面聊天呢，完了团姐在那个广场跟街道的那个口口看了我们一眼，转头走，完了没过两秒钟就报警了，宋十四铁刀到加拿大了啊，过。三三发言啊，这轮出十四可以，但其实在我这儿轰轰狼面很大啊，你轰轰和十三出生在一块出生，他死了你都不踩吗？你那不都看到你俩在一起，你要真是个好人，那十三死了你不得把不这张牌打死，对不对？那你轰轰只说你自己走了，那不他是敢跳起来打你的，对吧？所以在我视角里不其实比轰轰的身份要高一点，然后茄哥是第一个出来就是点轰轰的，我觉得茄哥西恩都像好人啊，先出十四啊，然后轰轰的话，我觉得下一轮可以出。完了，
有没有可能我是那里讲的？饮完了，饮弹自尽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轰轰斩，饮弹有人验我身份，还好刺客狼走了。完了完了，能这么说？猜错了，报身份。猴哥，我新建。哦，不对，猴哥应该和猪猪公主双狼，你俩去对身份。我新建，小跑调什么身份？什么身份？跑调。OK OK OK， 让开让开让开，孙悟空报身份，不报身份嘎你。啊！别别别别别！我是好人双倒了。你报呀！你报身份呀！哪里报呀？猴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！哪里双倒？哪里双倒？哪里双倒？没有双倒，没有双倒，没有双倒。没，你们没看到吗？行人直接猴哥过来，行人在他身边遁地了。猴哥是专业杀手啊，先出猴哥啊，过了。哦，我就说，刚行人还说什么他让我们让开，然后我就站在左上角，没看到行人没了，投猴哥过。我是警长啊！我看谁敢跳我这个身份啊！全票打飞孙悟空！我是警长。哎 ，OK， 茄哥过了是吧？那个，那到我这边发言了啊！我这边跟猴哥还有西恩出生在一块儿啊。然后那个，西恩这边怀疑猴哥嘛，然后直接就走，然后我就跟着西恩就出来了。然后我在右边啊，确实没看到，但是你们都说是猴哥刀的，我觉得这把可以出猴哥过。猴哥可以出，我铁信茄哥过。那西恩遁地了，跟我有啥关系啊？不是，这跟我有啥关系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可恶啊！这哎，猴哥，你看我名红吗？完了，轰轰给我骗了，轰轰让人给骗了，让人给骗了。没有，我听你俩在那里聊，你说你俩在聊，我就给另一个狙了，我不想让他下回合投我。咱俩没聊完，我想说我下回合要是他们踩我定狼，我再去刀一个。对，咱俩没聊完，让我一换三，你知道吧？我还没试完他弹性呢，他给我来了一句：“你看我红吗？”啪就开影了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我天哪！我自己想的是把这回合。哎，这得贴他就不。我手巨快，跑掉刀了。啊，茄哥本来想刀他呢，哎，茄哥没刀出来吗？我是看到跑掉好像冲刀了啊，出跑掉吧，应该游戏结束了啊，过了。OK，行，你狡辩吧。哦、没，你先发言，我以为我过了。OK OK OK， 然后这个。小温是鸽子、啊，然后有点太卡脑袋了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盘了，先过啊，没办法，这刀不开，他直接就刀我了。哎呀，啊，我知道他是警长，过。换个耳机。啊，本来想帮茄哥挡一刀，但我又怕茄哥不小心刀到我，我就走开了。你的心是真的狠，出跑调过。小温是鸽子，可是我不是刺客哎，跑调我是模仿，出跑调吧，过。弹性不足，跑掉。你别挡刀啊！你让开点啊！他CD没我快呀、啊！你贴着他，我搞得我都不敢动手了。我走过去，我突然想到你可能要刀他，我立刻走了。茄哥，怎么把自己给？我给你支个招，你下次不要说全部走开，哪怕他快。你只要悄悄走到他身边，趁他一个人的时候，哎、悄悄的给他一刀。你看我，主要是什么？我全部走开。我已经贴着他了，你知道吧？不，非得要贴过来，我就不敢按了。我想保护你呀、啊。你不用保护啊，警长啊，我是警长啊。我怕你死掉啊。你是哥几啊？你是哥几啊？